实际上，中华武术，它的最大的特点，它是适应任何人群，每一个人经过勤奋的去训练，都可以达到高手。木岩掌本身就是那个咏春拳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说是内家，不同其他就是这样一掌一拳，我们是带着一个力量活动的。少林武术呢？ 在历史上来说呢，它是最早是建立在1500年前，全中国各地的武术家都会云集到少林寺。上来，这样就开启练功。意道、气道、静道，就是这个道理。沉着、冷静、坚韧、刚毅、自由。我就要借助这个木人桩。 练我的手法，练我的脚步，练我的腰跟马。所以呢，这是功法同练。我们称它叫水道渠成。我们在妈妈的这个腹部里面是待10个月，我们称它叫10月结满盛开。我们身上有600块肌肉，有206块骨骼，有奇经8脉14个经络，有五脏六腑，有25亿个神经元。气跟血的流通，意跟气的流通，这样才达到那个静力。少林、武当、峨眉、天山、空洞。 形意八卦太极、茶拳、划拳，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拳。由抠、针、弹、踢，百病不生，北邪不进，寒楚不入，宇宙万物生生不息。抱元守一，顶天立地，独立守神，自然放松，肌肉若一，气沉丹田，万脉俱齐。 老师，你认为一个普通人呢，通过练习能不能成为一个高手？中华武术，它的最大的特点，它是适应任何人群，每一个人经过勤奋的去训练，都可以达到高手。童子功与易筋经，它就属于少林寺的入门的武功。比如说童子功呢，为什么叫童子功？童是选择。 儿童的无限的旺盛力，通常儿童的活动，它的比较频繁。子是代表着这个晚上的中午，就是夜间的11点。为什么要选择在11点来练习童子功呢？因为童子功在少林寺里的是一个特殊的武功的修炼法门，它必须选择在每天晚上的11点练习。 所以我们称它为叫夜间的子时，而成为童子功的名称。我们就是这样给它沿袭下来。为什么要选择晚上11点练功？因为晚上11点这个时候练功呢，它可以根据这个宇宙的能量，比如说晚上练功，11点以后练功，是宇宙万物阳气开始上升，在这个时候练功会增强我们身体的能量。 所以我们称它为童子功。易筋经，它是通过一种特殊的修炼，而让我们的筋，就是我们的经络，而变得比较强健，而使我们的气可以在我们身体里的流动，啊。而且易筋经的训练的方式方法，在目前社会上流传大概有1300种之多，啊。但是我们如何来规范易筋经的方式和方法？ 它是每一种中国的武术都有师承和传承，也不用去争论它是否正宗和不正宗。就是每一套功法，根据每一个人的练习的悟性，所以他们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和不同的答案。老师，咏春呢，是起源于少林吗？这个少林寺。
它是一个佛教的禅宗寺院。早在公元的495年，我们中国的北魏孝文帝邀请了第一个和尚，他的名字叫跋陀。跋陀本人也是印度的皇太子，后来呢受我们中国的皇帝邀请来中国传法。少林寺最早是以修禅为主，是以坐禅为主。跋陀大师来到中国呢有30年之后，达摩祖师才来到中国。大约在公元的527年，达摩祖师从印度抵达中国。达摩来中国传法的时候，他在我们这个少林寺的北山，也就是嵩山少林寺的那个背后一个叫少室山的北路，在那里呢有一个蚩尤洞，在那个蚩尤洞里打坐，在那里传说呢是打坐了9年。在刚开始打坐的时候，因为他身体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胀麻疼或者是气血循环的问题，所以达摩呢根据山中的虎豹狼蛇各种动物而创编了最早期的武术的这个最早的武术的一个形态，就是根据龙虎豹鹤蛇的一些动态而创造了一套健身术，我们称它叫达摩18手啊，或者呢有人称它为留下了2本这个武术的最初的基本功夫，叫达摩易筋经、洗损经和内功8段锦。从达摩开始出现了这2部的经典，我们称它叫达摩易筋洗损内功8段锦全功，它的全称是这样称的。达摩在中国呢传法9年之后，然后从少林寺归西，留下了少林寺给我们留下了2部最经典的武功，就是达摩易筋经和洗损经。后来呢就是根据这个达摩归西之后呢，少林寺经过了历代王朝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大多数的武功呢是由全国各地的来传过来的少林武功啊，所以少林武功呢被称为叫大乘拳法。比如说山东的王郎创造了螳螂拳，螳螂拳呢后来就被引进了少林寺，所以呢前面就冠一个名称，因为少林寺是皇家寺庙，所以就在螳螂拳的前面冠了一个名字叫少林螳螂拳啊。比如说星意拳、星意拳、太极拳、八卦掌，那这些属于内家武术，也是从陕西从全国各地的武林高手然后传往少林寺。那这个星意拳呢到了少林寺我们就称它叫少林星意把，甚至太极拳我们也称它为少林拳的最原始的武术的基本功。比如说这个张三丰300年前就是少林寺的弟子，300年后他走到了武当山云游，观蛇鹤相斗而创造了太极。所以说很多的武功呢是由外部传往少林寺，所以少林寺就被称为叫武林圣地，因为是各种各样的流派的武林高手都会云集少林，自然而然呢就将全国各种武术带进少林寺。老师，小竹田的联系对传法有没有帮助？中国武术呢不过是道家武术、禅宗武术还是佛家武术还是民间武术，而且呢他们每一个门派都有自己的功法的训练，而我们称它叫气功的训练。其实气功的训练它也讲究大小周天。那什么叫大小周天呢？最早的大小周天大家都知道的，也许呢根本就不了解其内幕的，什么叫大小周天？大小周天是我们在武侠小说里和电影里常常听到的大小周天的武功啊，包括像我们香港的金融还有武侠小说家，他们经常会在武侠小说里面或电影里来渲染什么叫大小周天。我跟你们说一个呢最容易听懂的大小周天是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们的妈妈在怀孕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妈妈的这个腹部里面是待10个月，我们称它叫10月结满圣胎。当母亲怀孕我们的那一刻，这时候我们母亲的大小周天是24小时是不停的，已经就打通了，就是母亲在怀孕我们的全过程就是大小周天的全过程。
啊，就是大小周天的全过程。因为这时候母亲她要用最佳状态来保护我们在她这个腹部里的健康成长，那这样她十个月结满圣胎，在这个全过程当中是大小周天是始终不变的。当我们离开母体的这一瞬间，就是离开母体这一瞬间，我们在禅宗上称它为叫禅五不二。什么叫禅五不二呢？就是我和我妈妈还是一个人，我们没有生下来在体内呢叫一，我们生下来叫二。它虽然是二呢，我们不称它为二，我们称它叫不二法门。它并不是二，还是一，因为我和我们的妈妈是永远连接在一起的。这个大小周天是时终是周而复始的。但我们生下来之后，当脐带我们有肚脐，我们称这个地方的穴道叫神阙穴。当我们的脐带被剪断，母亲的大小周天瞬间关闭。那我们生下来之后，我们呢作为妈妈的儿子，我们称这时候呢叫婴儿。那我们在生下来这一瞬间，脐带被剪断，我们的大小周天也全部封闭闭合了，妈妈的大小周天也是闭合了。所以这时候妈妈的身体和我们的身体这个时候都是非常脆弱的啊，必须要好好的保护它啊。我们一生下来大小周天就关闭了。为什么所有的武术家所有的武林流派都非常注重大小周天的训练？其实大小周天的训练是很简单的啊，我们称它叫水到渠成。在我们练习大小周天的时候，是不可以用思想用心去想它。当你想它的时候呢，我们称它叫执着。执着就是你用其意念去导引它是不可以的。本身我们的大虽然关闭了，它还在慢慢的运动，只要你刺激它，做好一个装饰，大小周天通常会在60天之内、100天之内，最晚的是360天，再晚也超不了3年。那有传说练9年才能打通大小周天。实际上我们正常我们练习武功的话，练站桩练桩法通常练60天，这个大小周天就通了，大小周天就通了啊。这个桩法呢，在我们中国有一部古典叫《黄帝内经》里面就有一部书，就有一篇文章是专门说大小周天的，而非常的科技。说抱圆手一，就是两个手要抱圆，然后呢守住这颗心脏啊，就是守住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再狂妄啊，而不再生嗔恨，这叫抱圆手一。说独立守神，就是我们站就像一个桩嘛，站在地上独立守神。除了守心以外，我们还要守我们的精神。我们人体有3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叫身，第二个部分叫心，叫身心灵魂。灵魂就是我们看不见，心我们也看不见，但是我们的身体可以看见。我们通过武术的修炼呢，就是对我们的身心灵三者合一的修炼。所以当你在这时候站桩的时候呢，在《黄帝内经》里的讲得特别清楚，抱圆守一，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我们身上有600块肌肉，有206块骨骼，有奇经八脉14个经络，有5脏6腑，有25亿个神经元。在这个时候，我们在站桩的时候，我们身体上所有的结构全部在运动的，没有任何一项运动可以让我们身体600块肌肉同时运动，没有这种运动，唯独只有站桩可以达到，让你我们身体600块肌肉同时运动，就是桩法啊。所以在这个《黄帝内经》里面讲的就特别的清楚，他在叙述大小周天的时候，他就说抱圆守一，独立守神，肌肉若一，万脉俱息。什么叫万脉俱息呢？息就像海水一样的，就是聚息，息我们就称是一个水池，是一个水池，就是丹田，我们称这个地方叫小溪水的溪啊，这叫北脉聚息，万脉聚息，就是我们的奇经八脉，我们的14经络，包括我们的动脉血管、静脉血管，
我们身上所有的毛细血管，我们都通称它为叫脉。我们身上的所有的毛细血管加起来的总长度可以绕地球旋转七圈半。你想我们的毛细血管到有多长啊？不对，可以绕地球转七圈半。所以当你在站桩的时候呢，可以修复我们身体上所有失去的功能，所有受伤的地方都可以在站桩的时候来训练，因为它的大小周天一通，所有的百病不生，北邪不进，寒楚不入啊。所以说通过大小周天的训练是对我们人体对外的这种抵抗力的最佳承托，所以叫桩法。比如说你练的大成拳的，大成拳的这个桩法也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一种最高级的内功修炼法。通过这种训练，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大小周天自动就通了，不管它通与不通，只要你站了它就会通。你不要去检查它，或者用仪器检查它到底是怎么通，能不能看到，看不到，但是能感觉到它这个气是通的啊。比如说在我们随便做一个动作，你能感受到气纳，就是气纳，我们称它叫能量啊。就是中国有一个汉字叫无产阶级的无，底下在四个点，这个就是真正的气，这个也叫气，它的发音也是叫七一气啊。其实上这种气就是大小周天所产生的体外的能量啊。当你在用力的时候啊，它气在里面走，但是外边有一种能量，我们可以现在的科技可以用那个四维立体扫描、三维立体扫描，可以看到我们皮肤上面那种光环，是七种，是七种彩色啊。所以我们称这为气，它是大小周天所产生的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身体的能量。身体的能量是源自于宇宙的能量啊，你每天这样站的时候，它就会将宇宙的天地之气，我们称叫宇宙之气、天地之气啊，叫天罡之气和地煞之气啊，它都会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从而能达到我们成为金刚不坏之躯。这是我对大小周天的理解。老师，当时练呢一拳呢、易筋经呢、童子功呢、八关经呢，这种功，有没有矛盾呢？中国的武术，它的练习的方式，它是从由开筋开始，我们称叫压腿、踢腿，是从拉筋开始啊，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柔软。说筋越长，而且人愈长寿，而且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指数也愈高。如果我们的肌肉变得很强壮，而我们的筋很短啊，这样也不利于我们修炼上乘的武功。比如说易筋经，易筋经在之前要学会练八段锦。八段锦呢是八个姿势。什么叫八段锦呢？它是中国的一个汉语成语，叫是形容词啊，形容词叫把筋拔断，意思就是把筋拔长啊。它最原始的名字叫八段锦，就是把筋拔断啊，就形容我们要把筋拉长啊。这是第一步，我们要练习八段锦。比如说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啊，我们叫左右开弓似射雕，是吧？就是把这个筋、这个关节打开啊，它叫八段，就是把所有都是往两边开啊。就是往上走，它也是这样；往前后走也是这样。它是要把这个关节每一个关节这样伸开啊。易筋经呢是收紧，易筋经是往里面收，它所有的动作是这样。它不是往外开了，它是往全部往里面收，这叫易筋经。易是改变的意思，易是换，就是把这个东西换过来，把这个东西换过去，这叫易啊。易筋经就是把我们以前这个很笨拙的这个筋啊筋骨，然后换成另外一种筋骨，就好像本来我们是石头的筋骨，我们就把它变成金的、纯金的，或者变成玉的啊，就是这叫易筋经，是改变的意思，就是改变我们原有最笨拙的那一种筋骨，重新呢
就叫脱胎换骨，这个意思叫易筋，是改变我们原来的筋骨的意思。叫八段锦、易筋经，然后是洗损经，洗损就是排打，就是刷打我们的它是这个是最基本的洗损经的第一式，这叫震膀功。膀是肩膀的膀，我们这里叫膀。那我们的肩这里不叫肩，这里叫膀，翅膀的膀。但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个是肩，这个不是肩，肩是后面的肩胛骨。就是李小龙在练习这个咏春拳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动作往底下俯身的时候，后边有个肩胛骨会出来，那个叫肩，这个叫膀。肩和膀合称才叫肩膀，它是两个部位来的。所以我们练八段锦、练易筋经、练洗损经，练完之后如何将八段锦、易筋经、洗损经三者合成一个整体的武功，就是桩法、站桩。站桩就能将我们的八段锦和易筋经以及洗损经所有三种功夫的合力走在我们的桩里的，让它变成大小周天的能量，我们称为叫桩法。这个桩法练成之后呢，我们就有便方便于运使和格斗，桩是来起到这个作用的。当你站完桩之后还要打坐，这个打坐是培养我们丹田的元气，然后让我们的心灵宁静啊，然后呢让我们呢变得沉着冷静坚韧刚毅自由啊，就是能培养我们的浩然之气。就通过易筋洗髓内功八段锦还有桩法的训练，再经过打坐啊，他这样呢就会把整个这个武功的基本功练得很扎实。比如说我们在学习太极、咏春啊、桩法啊，甚至我们也可以练习其他更多的武术，但是我们要选中一种武术来练习。我们一生中不可能精通所有的武艺，光中华武术大概就有上万种门派，太多太多了，我们无法来去穷举我们毕生的精力，也无法将一万门武术来都学会。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少林、武当、峨眉、天山、空洞、形意、八卦、太极、茶拳、划拳，它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拳。但是呢我们选择一种武术就够了啊，任何一种武术只要你把它练好了都是最好的武术。没有说这个武术不好那个武术不好，你的武术不好我的武术不好，没有，而只是你练的好与不好啊。所以任何武术只要经过训练之后都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武术。这是我对这个武功他们这个练习的次第，就是它的层次是应该怎样练习啊。武功与武功之间它是互不冲突的，比如说少林武功它就有72艺，它有72种练法啊。如果你是一个外家的高手，每天练体沙掌练这些，但是呢更好的呢，为了让我们免于受伤，我们最好还是要练习内家的武功，这样吐纳啊，这样来练习呢，让我们这些已经受伤的关节和经络呢能得以恢复和修复。老师站桩呢的时候身体不动，但是一年再动呢，用处呢也站了一年嘛，是不是小年头上面是一种实力，下面是一种呢转法。咏春拳呢特别是小年头，它是那个功跟法是同练的，开了桩以后它下盘就不动，就动那个手，动那个上盘，上盘呢还是带那个意念的，所以呢他要求就是顶天立地。那么呢我的手在动，意念跟那个手法是统一的，下盘呢我就达到那个练转桩那个作用，所以呢就是功法同练。老师，通过站桩的练习我们能得到整体爆发力，咏春呢也有发力吗？也展呢整体的力量吗？
练内家拳呢，都要讲那个意念，练里面的东西。所以呢，你把那个手练松、练柔，而且呢，好像大师所说的，他把那个筋骨练长，练长呢，他的力就大，而且呢，他转动的比较灵活，不然呢，打出来的那个力的效果啊，你就根本上呢，由于那个手脚骨筋那个筋啊没有灵活的话，你就打不出那个力度来。所以呢，一定要呢把那个意念放进去，那么你的内气就能够发得出来。我们平时说的了，什么叫关，什么叫结，关节实际上就是这个地方。很多地方呢，就急来急去，你的关节没有松的话，你的整个身体的力就发不出去。所以呢，在练咏春拳的时候，你把那个意念带进去，把那个每一个关节练松练柔，然后它的转动就快，敏感性就强，所以打起来就非常快，而且呢，能够把整个人的身体啊，那个内力啊，能够化到这每一个部位。所以呢，我们讲的一定要把那个内气化得出来，才能达到那个整个那个整体境，不然呢就只有手，这样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呢有个内气存在。老师，你认为小昨天呢也能放生药吗？小周天呢，我们咏春拳里面呢讲出来的不是小周天，是有一个肾气归元功。因为我们练功的时候开了个章，要求的是顶天立地，自然放松，气沉丹田，全身的肌肉放松了，它自然就形成了一个周天的法，就从那个督脉走到那个任脉那里，就形成了那个圆圈，也就叫小周天。所以只要你把那个身体放松了，能够达到顶天立地，这样它自然的内气就可以运行，运行的话，小周天通了，那自然发出的力就大，可以周柔全身，所以那个劲道特别比较大的发出来。所以呢，我们本身教的就是肾气归元功，实际上就是那个小周天，是这样的。老师，你认为咏春呢是一种呢内家拳吗？我认为是，因为呢内家拳，什么叫内家拳呢？我是练里面的东西，外面的东西人家是看得见，里面的东西其他人是看不见。所谓看不见呢，我是每一个动作由我的心发出去的，我是靠意念来指挥它的，所以也叫形跟意是合一的。所以念在我每一个动作出去，我要想在这里，想在这里，我就是内心在运动，我的意念在活动，所以产生那些气就到了这个地方来，所以人家一拳来我就感激他。所以说是意到气到，气到就精力到。如果从健身那个角度来说，我的意到气到，我的血也在到，所以练起来呢，那个手掌发红，脸发红，就是吹动那个内里的气血在流动。所以说是内家，不同其他就是这样一掌一拳，我们是带着一个意念活动的，所以我说是一个内家拳，我的理解是这样。
因为有时候同一个咏春拳，由于每一个人他的思想不同，以为一定要出力，他就打出来的效果跟你用意念打出来的效果是不同的，所以用意念来指挥他，我认为那些拳种都是内家拳，你包括迎意啊、太极啊、八卦掌啊，他都带那个意念去的，每到一个地方他的手怎么指挥他都带那个意念，不然你就硬邦邦的就没有那个内在力量在那里，所以说是内家拳。老师，是不是对咏春来说练木人桩呢很重要的？木人桩本身就是那个咏春拳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我们练完了小练头、陈桥、标指以后，我就要借助这个木人桩来练我的手法，练我的脚步，练我的腰跟马，所以呢，木人桩实际上是很重要，因为那木人桩放在那里，它顾名思义叫木人桩，那就等于它是当一个人，我是跟一个人在对打，所以借助这个木人桩，我来练我的手法，提高我的技击水平，是这个用法的。所以呢，它包括了手法、腰法、腿法都包在里面，所以说呢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老师，我们在国外，印象呢是咏春呢没有腿法，你能接受吗？你认为呢？我们这个旁人咏春拳腿法很多，有正面的打的腿，有侧面打的腿，有抠、针、弹、踢、拐，就每一个方位都有，前后左右都有。因为我们站那个马呢是侧面跟人对敌的，所以我的脚呢起打出的脚呢就很方便，但是有一些呢他是正面对敌的，可能那些呢我不知道人家有没有，但是我们这种起那个腿呢很多，但是呢要求上基本不过腰，打的都是低腿，不管是那个车也好、船也好、踢也好、弹也好、勾也好，都是比较那个低，在那个腹部以下，所以腿法这很多的旁人咏春拳，不是像外界那种人说啊，咏春拳没有腿法，实际上不是，腿法很多，因为我们的祖先他能够研究到跟人对敌，怎么会没有腿法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我们这个旁人咏春拳里面，腿法很多。每个方位都有，左右、正面、弹，就是包括这个正蹬、这个侧面、这个后踩，全部都有。上去归员工，实际上呢，跟那个小周天呢是一样的道理，他是那个有一个臀丸，臀丸就是那个小周天。就是从后面一直往前面来，然后下到了丹田，丹田然后又上来，就在这里这样一个圆圈的运行，所以叫小周天。这个小周天打通了，然后呢，我们每个人的关节啊，都是基本上是关闭，就没有好像这个手这样容易流通，所以呢别所以呢就把那些手啊的关节要放松它，这样呢那个根才长，长了你的气血就从一到了我的手根、指根掌那里去，
所以呢，咏春拳非常注重那个关节的转变，所以一定要把这些放松来练，不然呢，我的气跟力那个精力就输送不出去。所以包括这样打呢，我只有这些全部都松了、通了，才能打得出去。打出的那些力量就大，不然呢你就不大。所以呢，就非常注意整个气跟血的流通，意跟气的流通，这样才达到那个精力。所以说，气意道、气道、静道，就是这个道理，才能达到那个有效打击对方那个能力。不然的话呢，你都没有发挥到那个拳头上，没有发挥到那个挤上，打人的效果就不好。所以呢，就非常注意那个小周天运行，就是这样的理解了。